合适啊，不合适啊。又三十个剑，我十个剑都没有。对，经常都很没用。曾经的我140斤长面，现在我180斤长面。我第一次见证一个男人从没秃到秃。我有别的病，要我查一查。我先走，结婚早生。哎，这个很多女生应该都有吧？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？我有。今天咱们来讲体重管理的第一节。这个颜色很好看。Hello， 我化完妆了。然后下面穿这样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这个盘子哦，其实它比较特别，是它胡萝卜跟苹果榨还是蛮好喝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五。我现在在泡这个茶喝，这个茶不是很好喝，叫什么 biu biu 茶吧，这个是我夏天的时候买的，就他说是葡萄味，可是我不管说是冷泡还是这么热的泡都觉得不怎么好喝，可能因为不甜吧。都绝了，看到有人在群里说的，他说他朋友去亚太，我没有听过，应该是一个医美机构吧。他说去做那个热拉提，他说给他约的那个医生不会做，然后疯狂翻了一阵说明书，看说明书现场翻，然后说换一个护士给他来做。我的天哪！然后还有啊，再给大家吐槽一个啊，就是直白上，直白应该是直白美学吧，团购过一个海飞秀，海飞秀就是，给你就是去油啊这边。的那种项目啊，他说那个小护士做的特别敷衍，就机器里面的液体没有了，他还在脸上给他按摩，还在转，我天哪，给大家拔草一下这两毛，这个是可能只有在 vlog 里面才会讲的吧，哎呦，也看 vlog 的朋友赚到了，如果你朋友或者说你要去做，不要去做，不要去做啊！其实我今天现在为止只喝了一杯拿铁，今天晚上要跟我朋友出去吃饭，我现在要做一个培根牛油果爆蛋吐司，给你们做一个，特别好吃，教你们做啊！好香哦，先放着，中间，哦，面包我就用一鸣的这个，哎。就是我发现这个一鸣就是只有好像江浙沪才有，因为他们是温州的一个老板开的，然后后来开连锁的，北方的好像都没有一鸣，是不是啊？是没有的，就好像北方的朋友都没有听过一鸣。好像我之前那个 vlog 有用全麦面包做肉松小贝，有人做了的吗？那个真的巨简单巨好吃。这个是一个新的水果刀，水果刀切万物，不知道好不好看，真漂亮。榨这个番茄汁，我还会倒一点这个紫苏油，会更利于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吸收，还有一些美白嘛。对，就这样倒一点，像西瓜汁。哎，我小时候很爱吃西瓜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这么喜欢了。就小时候超级爱吃西瓜，好奇怪哦。你们有一样的吗？就是。反正现在长大之后没有那么爱吃西瓜。噔噔噔噔噔，那个特音效是不是应该这样子？做完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忘记加芝士片了。就如果你们做的话，最好加一个芝士片，会更好吃，那个口感我绝了绝了。嗯，一样好吃。嗯。
如果你们喜欢吃甜口的话，里面可以放那个花生酱加香蕉，然后再加肉桂粉、优质脂肪、牛油果、碳水、蛋白质，超级完美。如果你们家里有宝宝的话，你们做这个他们肯定也超级爱吃。宝宝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不过讲真，加了芝士片会更好吃。我妈又给我发妹妹的视频了，真的，我最近买了一个猫爬架，我妈妈巨兴奋，因为她每天都要找新的东西跟妹妹玩。我妈妈以前是幼儿园老师，然后她把妹妹我感觉是当做就是小孩子，每天都找新的玩具跟她玩。养宠物非常增进家庭感情，我发现我妈也很注重妹妹开不开心啊什么的。宠物如果不开心的话，她也会得抑郁症嘛。她身边有小狗狗得了抑郁症的，你知道吗？妹妹现在每天晚上她都睡在我爸的床上，对，她睡在正中间，我爸都没有地方睡，我爸一开始睡觉都不敢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妹妹生活得太幸福了。吃完了，回归现实，我要上课了。今天要上个网课，现在是2:30，上个一个小时不到吧。然后我再化妆出门，每天都好开心。哎，就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搬来这边之后状态非常的好，就很奇怪。昨天跟我朋友也是天仙女嘛，在聊我们最近的一些感想，就我们都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时候，或者说就很随意对待一些事情，就没有把很多事情看得很重啊，那个时候就真的很舒服，而且也不太会焦虑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是差不多年底嘛，11月、12月开始，双鱼座的运势会越来越好，包括明年。我自己是月亮双鱼，月亮是代表你在家里的一个状态，再加上双鱼它其实是水象的，它也会带动水象的星座。多跟双鱼座的朋友玩玩啊，朋友。对。我是月双鱼上升白羊，不是，不说了哈。上课，你知道上课前就是，哎，喜欢墨迹，这墨迹那儿墨迹，这个东西做做，那个东西做做。哎，小学生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是家里有3、4年级、4、5年级的爸妈都吐槽，就玩橡皮可以玩一个小时。我天哪，不过我都忘记以前了，我小时候应该也这样吧。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？这里吃吃，那里吃吃，这里弄弄，那里弄弄，就不做作业。今天咱们来讲体重管理的第一节，就是体重管理概述。今天的内容呢，我来从4个方面讲。第一，就是体重管理的重要性，因为我们老在说要进行体重管理，体重管理，营养师的指导下面啊，我们还是要根据个体的。涂了一个指甲油，好久没有涂红色了，每次都是涂黑色 ，Chanel 的572。这个颜色很好看，我手上的这个是做的光疗，脚上我都是涂指甲油。Hello， 我化完妆了，然后今天擦的是 YSL 的07，我一直以为它快用完了，但没想到，就每次都还是可以擦出一点来，擦出一点来。你看，对，好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下面穿什么吧。今天我背了个小包，然后下面穿这样，这样。穿一个白色短靴，就是最近大家都说我穿得很年轻，哎，我才知道我以前穿得很老，以前没感觉好吗？对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头发今天还是直的比较好，我本来想弄卷，但是直的比较不花时间嘛。
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。香水，香水，香水不可以不喷。今天喷哪瓶？今天喷纳西素的吧，这瓶。这个是玫瑰味，是那种小女孩的玫瑰味那种感觉。哎，这盖子好难拔，干嘛一定要拿着相机呢？对，小女孩那种玫瑰味。好吧，没有很吸引我这个味道，所以我都不太喷。我只是觉得今天穿的比较适合啊，我总不能喷这个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冥府之路，是吧？对吧？就没有合适的，不然就是再甜一点。这瓶是什么？这瓶是 Kathleen Lights 推荐的瓶，其实我其他就没有甜。哦，我应该喷这个的，宝格丽的这个，比刚刚的瓶好闻，噎到。下雨了，头发超毛。嗯。得到一个小兔子，姐们儿，我回家了，现在是晚上的，哎，我把猫猫换了，12:33，我刚刚把快递拆完，快递的话就是一些双十一的东西，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双十一购物分享可能已经出来了吧。可能吧，你看我还买了枸杞，最近好养生哦。我爸给我买了一箱苹果，再想想这些苹果可以做啥。我目前只想到苹果肉桂司康，就是上次那个我朋友说做的像羊粪的那个东西。这他妈这个叫司康啊，大型的羊粪一样的。哎，还能榨汁，对不对？还能干嘛？你们苹果喜欢怎么吃？直接吃还是做成一些什么东西吃啊？直接吃的话感觉太慢了，愁人。这边一箱，然后下面我刚拆了两个盘子，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我经常会买的那家店。哦，我的个天，它包的超级好，你看这两个盘子用了这么多泡沫来包，我天哪。这里是我朋友推荐，他说很好喝喜茶的那个，可是它是含糖的哦，那个气泡水啊什么的，他们用的是代糖，这个不是代糖，可是我想喝喝看，很好奇，我特别好奇。然后还买了这个，这个是油去工坊的这个橄榄油，刚刚没电了，换了个电，所以我可能，对，我刚刚在讲什么？我刚刚在讲盘子还有那个水，等一下再讲他们，太多东西好讲了。这个油它是油喷，我知道你们想让我买那个油刷，油刷还要洗啊，这个喷都不用洗啊。我想先喝一下那个，因为我还挺喜欢喝那种那个什么暴打柠檬茶那种东西的，去对一下，可能冰一下会更好喝吧，太甜了，这样可以。哦，兑了好多水哦，味道就是柠檬加冰糖的味道，好像没有很戳我。这么晚还硬要跟你们聊天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想拆一下这两个盘子，期待。哇，好好看，这个是有瑕疵的那个。哦，它的小瑕疵就是一点点，哎，真的就一点点。好好看，我的天哪，好好看。天哪，那个老板真的很棒，就是他会把一点点瑕疵都会就是跟你搞清楚，就这么一点点瑕疵他会跟你说清楚。好好看，我的天，好好看，是不是很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会挑呢？他们家还有粉色啊什么的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，哇，这个也比我想象中好看，好有分量哇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你们喜欢白的还是棕色？我喜欢棕色，不，我都喜欢，都好看，都好看，这个放意面啊什么的也都很好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放各种哦，哎呦，买这种好幸福啊！我的天哪，家真的是
我虽然就是说没有特别特别常买嘛，因为我的盘子又没有经常碎，而且我是一个人住，但是好棒。哎呦，去外面吃饭太渴了，太咸了。我朋友给我调那个酱料实在是太咸了。那我们再顺便喝一下这个吧。刚的那个我就觉得一般般，就是普通的柠檬水，而且你自己弄柠檬的话又没有什么添加剂。嗯，冰红茶的感觉，还是觉得椰子水更好喝。叮咚的那个椰子水，不知道怎样，就是枸杞。我还买了一些桃胶什么的，要来炖。还有一个，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小礼物，是这个。天哪，是这个星黛露，好可爱。然后它是穿衣服的，还有一个小包包。虽然这个小包包开了，我开不开来，但我还是好喜欢，是我朋友送我的。哎呀，可爱，好可爱。哎，这个很多女生应该都有吧？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？我有。好了，我要去洗漱睡觉了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晚安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在湿敷。今天是礼拜日，我昨天呢，没有拍，然后我昨天把我指甲换了，我又换成这种银色了，布灵布灵的，我超级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就是喜欢橙色，各种橙色。我弄花花的指甲我就受不了，就看几天，我就就不舒服，然后就要去赶紧换掉，一停就其实相对来说更加浪费钱。这种纯色我可以看很久。我今天的打算就是跟我朋友一起拍视频，拍一个主题，就是带他去 gay 吧玩。然后现在擦一下身体乳。 Hello， 我刚化完妆，现在打算做个点吃的。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两点了吧，我朋友还没来，他大概三点那里过来吧。对，然后我换了一件衣服，不要那么随便吧。我镜头好松啊，我前两天在车里的时候掉了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可能又要换相机了吧。下面穿的特别随便，上面就穿的好像要去干嘛一样。我现在要做一个我之前两天说的甜口一点的那个吐司水果，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特别想吃，今天就买了。今天打了三个蛋，给大家看我超级无敌丑的香蕉，它应该会很甜吧，太丑了吧，它是我见过世界上最丑的香蕉，没有关系，是被我这么漂亮的人吃。丑也漂亮，哎，太自恋了。然后是肉桂粉还有花生酱，没坏吧应该，不然今天晚上去 gay 吧玩要拉肚子啦。这个太那啥了。哇，做完了是不是很有食欲？看不出我的香蕉很久了呢。你看，然后这一杯是胡萝卜苹果汁，太有食欲了吧，太香了。这个肉桂粉我把星黛露放在了这里。咦，哦，甩我，可爱吧，跟他一起，两个人有伙伴了，真好。你看这个盘子哦，其实它比较特别，是它上面其实是会有那么一点点，你看，就是那种一颗一颗一小颗的东西的，就不是完全白色，它是有一点米色，就是很复古的那种。胡萝卜跟苹果榨还是蛮好喝的，口感也很好，都不用过滤那个渣渣。展示美妆品吗？花生酱好香啊。哎呀，干死我了。哇，这个香蕉真的好香，别看它烂，它香啊。我就觉得每天都要有点不一样的新鲜感，这样的话整一天都特别有意思。其他的你可以 OK， 但是比方说你每天给自己弄一个不一样的菜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今天好有意思啊，就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就是跟有时候买东西是一样的，买东西买多了就是会比较麻木，我感觉。我们要出门了 ，OOTD， 今天穿这个，外面好冷哦。要出门啦！出门啦！哇，我好高啊，看起来是不是？
你给我带一下看，就对，我其实我也有一副。你头太大了，卡不进去。拉倒吧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走，你跟彤彤说我们要出门了。Hey Siri， 帮我跟彤彤说我要出门了。好的，我已经跟你说了。说了。这手机还能这样？对啊，你看说了。哎，你们会用这个功能吗？我从来不用哎，这种。哎，我真的从来不用这种功能哎，我的天哪！今天晚上我就用手机录了。三手都被用成了诺基亚。我只会用我的手机来定时。哇，痛！比如说，右手给你看很屌的是。嗯。我今天用的是 YSL 的十二。你在吗？这个。宇宙最帅的凯哥，我在。你好啊，凯哥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11月7日下午5:15。今天的天气11摄氏度，有雨。这是我的 Jarvis， 你知道吗？贾维斯，看不看高铁站？你看了吗？你个大侄女，你可以去拯救地球了。拯救地球？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也太冷了，降温了。你不觉得真的冬天有冬天的味道？就是冬天的味道，就是你。他也是学艺术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冬天的味道非常好闻。啊，好凉飕飕。哦，就它跟夏天、秋天、春天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你靠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绝了。哪个声音？你刚那个声音。我那声音怎么了？哎，下雨了，快点！我帮你吹一下。退回来。那淋点雨啊！大家闺秀，哎，滴水十指不沾阳春水是吧？没有啊，我沾啊，我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我们现在去找。那个找那个肯德基服务员，他不知道啊？知道吗？你不是刷过了吗？你不是刷过了吗？如果你们前两个 vlog 看了的话，会知道。就找那个肯德基服务员，妈，这种餐饮店，我跟你讲，招这种小个子兼职就知道。待会拍给你们看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这件衣服比较厚，是兔毛，然后就吐出来了吗？兔子的毛。兔子的毛、哦，我以为是我们家猫兔子的毛，兔毛。兔兔这么可爱，你怎么能杀兔兔呢？你好烦、啊！你这个残忍的人，我操！哎呀，你会不会撑伞？撑伞就是在风，就是不帮你光挡住了吗？你这样拍什么呀？你不要当个漂亮的美妆博主吗？你是不是啊？那我这么撑好了呀？哎呀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女人的话你就不能听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。我是专业的，好吗？脸都冻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家应该是全杭州最烂的理发店。不是，因为他是先就是跟你说没事你先做，然后不跟你说价格，然后好了之后跟你要1000多的。你就被坑了？没有，就是我看大众点评上是这样的，太可怕了，我都不敢进去。然后如果你不付钱，他们一帮人会在旁边就是教育你，就是围着你，太可怕了。这家有没有杯啊？好好吃啊！我朋友他今天本来说不吃，但是上到锅包肉的时候，他说今天轻断食，欺骗餐，明天轻断食。我这第一次吃东北菜，好好吃啊！绝了！第一次吃东北菜也他妈绝了，我操！嗯，好油，这个是糖油混合物啊。对。柚子都不急着减肥，我急着减肥。对，这个糖油混合物。曾经的我140斤长这样，现在的我180斤长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吃成180斤的。你们喜欢吃东北菜吗？好好吃，好开心啊！这个也好好吃啊，跟干锅包菜不一样。我已经4个月没有出门吃饭了。味道马上不一样，真的吗？哇、
真秃了，真秃了一点儿。你，你是拍视频的吗？啊，你怎么？给我看一眼，给我看一眼。我第一次见证一个男人从没秃到秃，他戴上了帽子。我他妈气死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熬夜，熬夜。对你就是熬夜。熬夜呀，你是不是有别的？是不是可能有别的病？要不查一查，可能就是某些方面也会早睡。毕竟你好久没谈了。我告诉你，熬夜可是很多问题的，对于男人来说。玩好了，相机坏了吧？哎呦天哪！玩了一个晚上我的妆，妹子们花。其实我也没有喝多，因为那个酒，其实我喝的很少。然后现在打算打车回家。哇，今天太冷了，我的天哪！有多少人看完？看完了请扣一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这样吧，结束了。我的相机也坏掉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